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相心经一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遮故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盖如来真实义。本师本善是观你是观点六大概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大家有足济问题啊，大家解释一下啊。有人安尼问啊，讲看到动物啊，红杀啊，红台哦。太太咧做菜咧食哦，心就不忍心咩哦，那当场变那个超度，你来个念佛个皈依就好啦，个念个皈依啊。咱滴无论在着位看到铁山道，拢爱个皈依啊。滴个高速公路那个车规车低，还是低啊，还是昏叫，拢使个皈依。那才该皈依。菩萨戒经那底嘛安尼写，所以咱那个皈依该念佛啊。金刚明说呢啊，对方叫什么好处啊？要怎用？这书讲真一遍哈。这金刚明说，叫金刚明经那底安尼讲，讲这款说呢。爱吃一百空八遍的光明咒，吃了后呢，那点到亡者的身体，或者是骨怀，佮讲较早，无这无信佛法，即摆要扣金，十年八年了后扣金，要扣金的时呢，咱个也都这。骨头头底啊，呢压哩，安尼伊卖条绳，或者是去背望，用这光明山压到望啊顶，安尼呢伊卖条绳，你那光明山也好，那无光明山用米卖晒，米吃一百空八遍，诶光明酒就变做光明米，要背望的时呢，大概压哩。较早下年未出家时呐，去甲阮祖先拜望，甲阮老爸先拜望哦。阮老拢饲个米，咪半斗啊，或者安尼饲饲咧。你去家地方啊，夜咧，规房啊，规房啊，包个房啊，装夜，行到遐夜到遐拢个夜，夜到时间到，夜到暗暝就转个，拢大门拢个夜，好大家拢调息。这个慈悲心啊，就拢会使的哈。经常安尼讲，阿弥陀佛用要用到呀，就高位所在，顶圣延伸天。但你知道这派戏拢藏在这下头的，嘛无到下头目睭，所以都目睭人都蛮足点的啊。那下头这下头的，要表示顶圣延伸天，人心恶鬼护。就四位啊，旁生膝盖里两个膝盖，就六位啊，旁生膝盖里第一脚板车，个两个手，个两个脚，安尼都九位啊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，四位、五位、六位、七位、八位、九位，九位啊，我是手机安尼讲，顶圣延伸天人。人心恶鬼护，旁生膝盖里第一脚板处啊，叫这鬼原来去啊。第三点啊，照亮
多念佛种呢，要求简朴，但有人呢化妆，但有些人化妆穿皮鞋、皮带，这样合理吗？但这好了，最后是卖浅皮，卖下皮多啊。想要请的吉师傅，啊，请吉师傅出门。啊，那无请就出门呢？去到遐呢，咱请海清，外口请海清，安尼较庄严啊，啊，靠生理工作念的人啊，啊，这好个了，都爱彻底将咱的习性来改掉。啊，人较早袂晓佛，那么就请个。哦，穿西装穿个真，嘛就穿个真庄严啊！哎，那个了，拢爱穿西装呢，裤带拢爱夹，拢皮拢爱穿，啊，拢穿个功夫鞋，穿技术服，含去报社开会嘛穿个呢，我咧开始改只菜啊，无你去个地方，啥物地方拢只菜，去个报社。我去大饭店，大饭店，他就拜伊唔知我食菜，我就做我走去食菜，无对安尼食饭。即摆总经理啦、董事长啦，找我无，然后我去倒去。我就甲经理讲，我要来食饭，恁即种主厨的我无爱，我要来食菜。过过开会呢，伊就特别准备去倒菜。园林的主任，你的菜都在第一道，都要散步，都要搞准备都吃茶。哎，我这边就吃好，当时就装给你们给我吃，因大家嘛就爱吃茶。所以呢，咱来坚持，人拢唔敢看起难啊，后摆就传个足好势。啊，过有一张啊，讲我哥哥哦，已经往生48天啊。啊，江家师父开始念佛、拜佛，啊，我会看到阿弥陀佛带哥哥去极乐世界吗？还是要拜49天？请师父啊，在我请师父在我家佛堂拜可以吗？师父袂去恁家给你拜啦，哎啦，也可以啦。我你讲恁吼。无论是偌久，你来发心49天，该念佛拜佛，念49天，最好是下早是1:30，下暗是1:30，安尼算一天，安尼算一天，安尼呢，无管是偌久，拢会感应，拢会叫你看到。啊，你爱求，爱晓讲，下早是香烧落，释迦牟尼有三声，阿弥陀三声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拢三声三声。地主某某啊，哥哥某某，几岁？什么名？当时死去？啊，即摆已经第几天啊？我就今仔日去要甲念49天阿弥陀佛。假使那阿未往生极乐世界，恭请本师释迦牟尼阿弥陀观世大势至菩萨大慈大悲，传一正文，等下再甲我念阿弥陀佛。假使那已经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也恭请。那假使人阿未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请啊释迦牟尼阿弥陀观世音大势至菩萨，请伊见闻来才教我念阿弥陀佛。恭请阿弥陀观世音大势佛慈悲，甲传给世界念念化身，爱乎我有看，有看有你传去。假使伊个人往生极乐世界，也恭请阿弥陀观世音大势佛慈悲，这世界高僧来传灯给我看。安尼，啊，啊，就叫伊名，啊，哥哥啊，某某人哦，啊，你当时死去哦。哎，我即摆要甲你念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咯。你若还未往生，爱对我念哦，对我念，我看到佛照来解气哦。啊，若已经往生哦，啊，你恭请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带你等我看哦。啊，你讲，啊，你后来开始改念，爱念1:30，啊，才回向我伊。暗时啊，赶快安尼做1:30，回向我伊。下早是1:30，下暗是1:30，安尼算一天。啊，念49天，唔是规工拢有啊念，唔免啊，佛祖做慈悲的啊。过来有人安尼问哦，
啊，有人讲医生馆内底鬼魂上盖济，啊，真正医生馆内底鬼魂足济哦。啊，那去病院，啊，甲人做念，下家都遐鬼魂啊未？啊，下家遐鬼魂，啊，会甲咱跟随啊未？啊，有人咧讲是毋是可惜？啊，这去病院啊。病院啦、啊，殡仪馆啦，啊，这款的鬼魂拢足济，嘛足济，安尼拢唔免惊，鬼魂话愈济话愈好，装多嘛，对不？咱人就个这人念啊，装念。我去台北第二殡仪馆，第一殡仪馆较罕的去，第二殡仪馆，后来第一殡仪馆甲第二殡仪馆死人拢足济，啊。迄边规五百空，像拼像个胖修安尼，甚至白啊，拢像这款尔，一个位拢像这款尔，啊，拢用个香炉啊，安尼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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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五百个，哎，所以你要哪念呢？啊，装好请，啊，当天是咱们阿弥陀观世音菩萨哦，请某某人个正魂。啊，来遮助念哦！哎呀，恭请所有啊，殡仪馆所有这亡魂、这孤魂，也贵山神土地，可能拢设伫山里，他们山神土地个装请，请来遮哩念佛啊，请你拢来遮念佛咯，等下事拢甲你皈依哦，哈哈，说法咯，你拢来听欢喜，对我念哦，阿弥陀，等总甲你多多去极乐世界，安尼唔免惊，我嘛去个大众殡仪馆。念个规个殡仪馆拢装金饰饰哦，拢黄金色的哦，满莲花满是哦。啊，殡仪馆做滴莲花，下面管理员出来看讲，讲伊做几个十年管理员，也毋捌看到安尼哦。虽然从咧县里面顶哦，啊，你啊装好请啊，装多啊，唔免惊死啊。第二莲池大师有安尼讲啊。若人助业，免生因爱，正好念佛，但是业力凡夫，甚难做到。啊，请师啊，只有啊开解啊，这歹囝弟啊，那恁弟就是讲啊，囝仔听我个听不好啊，安尼上该好。啊，唔免甲看外嘛，唔免甲看心，正好念佛，正好念佛。但是一般的人放不下，歹囝颠倒越愈疼，好囝较袂遐疼，歹囝越愈疼。啊，这囝教不好诶，越愈不好，你越愈甲想念哦。啊，越愈费累，财产甲你忘了了，你越愈甲疼哦。啊，伊越愈散哦。饮酒跋筊哦，好囝给钱哦，你约无伊歹囝哦，回去开哦。啊，这个牛气啊，这牛气在用感情做代志啊，未晓要用智慧啊。啊，咱佛法爱用智慧，歹囝就是歹囝，你免特别佫甲伊听。啊，求佛菩萨甲显化，啊，互伊来变好囝。你家己无能力，爱求佛菩萨。啊，逐工做功课。啊，家己回向，啊，这回向哦，做功课回向是干呐因缘无缘，咱咧佛法讲因缘，啊，最后你啊做苦是从高关一高大高地出来，挂开现开，啊，你这个做苦嘛做点半钟，从咱一支香就掉，啊，那这高地就变做佛地，啊，这贵咧，啊，求释迦牟尼佛的观世音菩萨显化哦。一个囝某某人外派，如果外派安怎不好，都安怎不好，甲佛做斗。啊，这个茶食了后，会改邪归正，变友好哦，会幸福哦，做些好叫大善之事哦。啊，恭请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观世音菩萨宽教方便，解感化哦。所谓宽教方便啊，可以讲破一个大病啊，未好，那结果啊，求佛啊，现佛现身来看看嘞，哎。代表就是一个好去啊，或者是出一个车祸，哎，佛菩萨显化的好，这个叫宽卡方便啊，专门佛宽卡方便真济，啊，伊呢，
感恩着伊就会来信佛，啊，来信佛，啊，拜对友好啊。阮家就连友就是安尼，哎，嘛是出车祸，本来嘛是做不好。哎，一出车祸了后，即摆我友好咧，赚赚咧钱，可能会摕给老爸老母一个月一万块，你较强咧啊！学我听，学较欢喜个啊！哎，个来有人来问，为什么佛教徒未使去灵山？行灵山一道，是毋是叫做外道？什么叫灵山？大声人问个呀！什么叫去灵山？啊！你是去一贯道个呀？迄个叫灵山是吧？啊，无啥叫灵山，我哪知你山山山什么叫叫灵山？道也是灵山。讲啦，伊讲啥？可能外道个啦，听灵个、去训灵个是吧？啊，迄什么灵山？哎，训灵个，迄拢无去。坐了个地很久个，又讲安尼灵来啊！啊，迄个温海，迄鬼魂入心，啊，拜得起笑，啊，精神呢，莫去，啊，得念佛拜佛，为了求神通，哦，啊，香菇皮皮出，啊，卡卡准，啊，吹牛牛念，讲安尼灵来啊，安尼灵来啊，啊，莫去啊，啊，叫做外道掉，迄鬼神道，迄鬼神入心，啊，拜你起笑啊，跳楼自杀咯，哎，吊刀弄个弄是安尼来哦。精神分裂症状是起来啊！啊，这啊，这呢，只念阿弥陀佛，无有受诸比心。啊，这是这讲啥物啊？念佛就是有诸比心嘛啦！啊，阿弥陀佛啦，叫做诸比功佛，叫做诸比功佛。阿弥陀佛十二个名号，不但受经内底有十二个名号，一个名号叫做诸比功佛。智慧功夫、清净功夫、慈悲功夫，啊！啊，你个念，你念久，你心内慈悲，啊，免阁另外去修慈悲心，啊！天台当那都有七座神池，啊，你无再修起啦，啊！过来，啊，修八关斋戒，每处啊，啊，每处拢会有这不净梦。啊，不净的恶梦，啊，啊，是对这八关斋戒呢，是不是有犯戒？真久都清净的心，是安怎来去做一款不净的梦呢？咱这无始劫以来，都这阴欲心，这阴欲心，啊，老母管咱生，红孩儿咱也无阴欲啊，啊，大汉来青春期来，你都这阴欲心啊，所以这种无始劫多了。欲多凡夫呢？啊，欲界是欲界天，欲天以下的凡夫，拢总有阴欲心，那阴欲心啊。所以呢，虽然你是不管在界，嘛是有这阴欲心啦。所以暗时啊，做这款不清净恶梦呢，即无犯界啊，梦中无犯界啊，梦中无犯界，醒醒未再去犯梦中。啊，做梦呢，无算在内，叫做无记啊。再来，阿育大师安尼讲，讲得胜以后啊，专凭性缘之有无，品位高下，专有念佛之深浅。师父啊，啊，我想要了解家己呢，啊，到底是几足啊，真心七愿无啊？师父啊，你教我如何观察啊？啊，师父，请你解说念佛的深浅的意思啊。念佛深还是浅，品位是安怎啊？这念佛的人啊，唔免计较，个就清楚啦。唔免计较就清楚，谁那免计较清楚呢？这品位达纲你在变啊，你达纲念佛，你品位达纲在变啊。不是讲品位不是伫遐，咱念一声多咱一蕊莲花，含咱的名都写伫遐。你念一声就多一个功德更一分，你念十声，伊就多十个功德更十分。乃至一百声、一千、一万声，就多一百、一千、一万的。愈念愈大，愈光明，愈灿烂。
观无量寿经讲有九品往生，其实呢，这九品内底呢是一个大概，有无量品呐，无量品啊。你今日下品，嘛今日下品下生，明仔再变下品众生。啊，你搁个念后日变啊下品上生。啊，你逐工你念，你逐伊逐工大啊，你品到逐工悬啊。你不要那去知影讲你是啥物品位啊？啊，甲你死去讲才会知啦，即阵拢毋知啦。即阵你愈念愈多，你要来知，总是爱念，啊，毋免计较品位关格，计较世界好啊，开见五无无相，大家拢是了不起的大菩萨啊、嗯。所以呢，这念佛的深浅啊，所谓深浅啊，你较接念就深啦。啊，你呢？半段念着浅啦，啊哈哈，这第一个原则啦，啊，发微发的人发个大声咧，过来呢，过来呢，信心越愈深，啊，念佛呢就越愈定，这就叫做深，啊，无信心，啊，念你念迄，念你念迄。其实，甲俺不是咧换题目，而且这呢，这就浅啦，这就无浅啊。这两个的浅浅呢，甲信愿有关系啊。这信啊，书讲真济，讲六信：信主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，拢讲过啊。啊，拢讲话，你若唔知啊，你咧看电视，啊，看电视啊，这信啊。啊，信仰呢？我无论当时死，啊，无论啥物所在死，我拢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即阵死我嘛要来，啊，马仔死嘛要来，过日子死嘛要来，无论当时死我拢要来，无论到底位死我拢要来，啊，伫万宁死嘛，伫台北死嘛要来，伫美国死我嘛要来。啊，咱人的死啊，有所在才有时间啊，但啊，啥物所在啥物时间的死，咱也唔知啊。啊，咱哪有信心？哎，念佛的人啊，啊，任何所在、任何时间，咱拢会使来记录世界。啊，别安怎去？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咱就去一心啦。阿弥陀佛足慈悲的啊，嗯，所以要有这款信念啊，啊，你得个念佛，去个记录世界。像恁大家呢，大家那么相拼相生，免烦恼啦。啊，真正呢，唔是说咧，甲恁骗的呢。啊，你那念那种真大类呢？啊，大地大力大法师，哎，无啦，师父拢无地，个无力量啊。地主啊，清是师父，身体一动啊，就满身大汗哦，拢足够流汗哦。啊，若吹冷气，佫会感冒。那、啊、已经五年啊，那要安怎？我跟你讲啊。你唔免惊流汗，你做你自家拜，拜个汗就嚟流，流个潮潮地嘛，无要紧；流个海清个准嘅嘛，无要紧。哎，你做你个拜，啊，你个拜，拜煞即个辛苦些些咧，啊，未安怎？啊，吹电风嘛呢？你做要吹电风嘛好，唔吹电风嘛好，你做你会辛苦会流汗，咱流只汗就消咱个业，那只汗若流出来呢？会排咱身体内底足侪垃圾出来，啊！这汗就是咧排咱的身体里面的肮脏的东西啊！啊！你可以去流，流流点细细的，啊就好啊！哎，啊你若不是感冒，较食食个姜母汤，或者是呢食个啊保中汤、保中益气汤，啊你不是要深呼吸？真有事啊！那气更歹的人，会感冒的人呢？嗯，还是鼻窦炎的人，还是气更歹的人，变作呢？你到这边个吃的，三称三个倒来个称掉，五十个称掉，往这边吃的，倒来称三个五十掉，然后顾着新生的公司个顾入来，啊！咱通常哪里打坐，深呼吸拢用丹田的呼吸，即摆唔是，即摆用肺部，
你将这新鲜的空气给鼓起来，这火呢、气呢，给鼓叭叭叭。啊！啊，头前放一个五秒钟的行的时间，看你几分几秒开始禁，鼓个叭叭了，无就搁鼓个较禁嘞。禁如鼓如何就较禁，禁嘛无就搁禁嘛，卖吐掉，鼓鼓搁禁。啊，第二遍都禁嘛，无遐久啊哦。第一遍会禁真久，第二遍禁袂久。啊，要第三遍呢，卖吐掉，鼓鼓搁禁，禁两分钟。而且拢吐掉，三遍就六分钟，久来你肺活量就会大，气更多用，后摆含这皮肤拢正用，吹电风啦、吹冷气啦、热啦、寒啦，你袂感冒，啊，你着安尼训练家己啊，嗯。过来，有人安尼问啊。作者一段作大段嘞，啊！刚听书开始听修行，听修行禅定解说，讲听啊，这什么人安尼讲？先修禅定，甲无将定讲的时阵，啊，佮讲进入初禅，啊，再以禅定的功夫转为念佛，啊。安尼呢，更为得力，又临命命终的时阵，有禅定功夫，不怕被病苦影响，只用定功念佛啦，定能往生极乐，不提出见啦，啊，出见第二号，这脑迄款能力是真好啦，无一个做会到啦，你放心啦，啊。无人这款功夫啦，要哪只初禅的功夫？哎，这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一日干拢定天嘛，免食饭。天顶的人嘛，唔免大小便，啊嘛唔免洗身躯，啊嘛唔免食饭，禅悦为素，禅悦为食。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下骹是六六禅天、六界天哦。下骹即六界天啊，六界天啊，无禅定的功夫，不是善即是分，初禅以上呢，则有禅定的功夫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四空天，含现故拢无去啊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叫做色界天。下骹这个欲界天，搁去你十八层，你叫做色界天。各其你四禅定叫做啊空界啊，所以这意界啊空，嗯，三界啊，啊这二十八禅定，一人会挑选无？互相真共款来对落啦，无究竟啦，啊，所以呢？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啦，叫做外道禅，啊，叫做这是那世间禅。四禅八定啊，那世间禅。啊，四空天呢，叫做外道禅啊，叫做外道禅。外道禅，拢装备了神识，你免心神。阿弥陀佛，甲你规定讲，你有禅定念我的名，才会得离无安尼，一声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唔免心生是禅定啦。啊，咱是伫只坐啊，寂静，咱唔敢讲禅定，咱寂静。寂静外久又在练，这是挑咱的身心。啊，拜佛拜了会忝，啊，你来起来困佛，困到未喘，安尼坐咧念就是啊。身心的那条，啊，念这净土法门的人，念阿弥陀的人，唔免有禅定的功夫，唔免只要你勤念，身体调回舒畅，调回健康啊，就好啊，啊，精神啊，身心调回真好，咱这一时啊，精神拢来啊，疲劳拢无去啊，
啊，但是咱是挑选天无教恁那禅定，那禅定无咧简单，这是只靠我要麻死啊！唔是度过就昏沉，唔是昏沉就是妄想。人伫遮，伊心走到台北来，人走台北罗东来，走登罗东去啊！啊，高雄来走登高雄啊啦！那无一个外口坐啦，要不介绍就度过啦。入时呢，入这睡眠三睡觉三昧，啊，师傅不是嘛来接着度过啊，进入睡觉三昧。过来哦，啊，我来问，为何受八关斋戒，晚上不可用牛奶或豆浆？啊，这佛戒戒，啊，戒戒，戒律安尼讲啊。我先生的父母都往生了。在家没有设牌位，哎，是好或不好？怎么处理？啊，这牌位啊，要设得好，唔设得好啦。最后个念师啊，搞个阿弥陀去极乐世界啊，来都要创佛堂啦，啊，创佛堂。第三啊，人往生。啊，人往生不是到极乐世界后下地狱受罪，有不受管束的鬼在人间游荡，为什么？啊，什么情况会见到鬼？咱人世啊，无一定去极乐世界啦，嘛无一定落地狱啦。你若无念佛，无要极乐世界，你要哪会去极乐世界呢？哪会讲人往生唔是去极乐世界，就是啊嘛，无一定下地狱啦。你做恶嘅时，我唔在下地狱啊，这拢无一定嘅啊。无念佛就是六道轮回，有念佛嘅人啊，有要去极乐世界人，我再去极乐世界。佛道有缘人，无缘不能道啊。嗯，何种从缘起？佛种从缘起哟啊，无缘不能度。啊！你念阿弥陀，咱就佛祖的缘；阿弥陀法愿，咱当然极乐世界。啊！咱这有六道轮，有几道啊？你地界的众生爬不起来啊，未做鬼啊！啊，都要靠修真才做鬼啊！几道的人啊，几道嘛是有约束啦，但是几道约束呢，冇好鬼，冇歹鬼啦。啊，四大天王就是咧管鬼的。来管鬼啊！那境界呢？当然呢，咱这法界啊，法界咱看袂着呢。咱人我都看人法界，甲看到贴身法界。其他一百的法，一百八的法界，咱拢看袂着。哎，啊，其实呢，拢共一个空间，拢共一个空间。那种贴身都甲咱人，嘛是甲咱一个空间啊！啊，但伊贴身就是贴身。啊！你要用人，咱这人有正步依步，咱人这行规了正步，环境个依步。有个人啊，做宠物个哟，哦，猫啊猫来困做伙，狗啊个来困做伙哟，啊，就做爱饲东饲西啊，啊，比因囝佫较疼。啊，你去逐工你佮洗身躯哦，反正恁囝恁老母你都无逐项佮洗身躯哦。啊，老母若破病，你都不好个袂，反正无常疼一只猫啊，一只狗啊遐尼疼。但你猫就是猫，狗就是狗，你看那个疼嘛无路用，啊！伊就是紧着照常给你放放落啦，你甲洗洗只洗水好水，给你放落。啊！伊个伊波就是安尼啊，伊个伊波就是狗的伊波，猫的伊波。你甲做人伊波，伊欢喜无？未欢喜，顶多做别鸟的。哈哈，哎，嗯，所以咱爱知，哎，鬼呢有鬼的业报，啊！你卖不是去鬼神的所在，伊就袂给你定。你去遐求伊，啊，哎，跋大家路的人拢咧行去土地公啊，八仙行去庙宇，就是问问明白，古来就叫定掉咧。鬼神共一道，道教的神庙除了佛教以外，宗教呢，拢总叫做鬼神道。啊，你若不是去求，啊，你去亲近，古来拢叫定去。啊，所以咱亲信的佛教徒做生意也好，当然讲唔好太土地公。啊，莫在土地公，爱在哪？爱在护菩萨。护菩萨唔叫福报，唔叫庇佑咱大赚钱。土地公呢，庇佑咱大赚钱。家己都未了生死嘅，你个错，你个真系拢迷信啦，拢迷信啊！
啊，那才会看到鬼。啊，你心听有鬼，才会看到鬼啦。啊，唔是讲你有啥物神通啦。那讲你啊，你身躯有鬼个鬼鬼个鬼，其实迄个人身躯就是有鬼啦。伊都唔叫迄业通啊，唔得看到鬼啊。哎，伊啊，人啊，甲你讲你身躯有鬼，啊，甲你讲鬼个，我讲啊，你甲看会到，甲知影鬼个，无你家己也出嚟嘛。你家己叫伊家己也看会出嚟无？对无？根本就无迄能力啊，所以这种骗人的啦，不要相信他。啊，就是有，那伊就是心天心上家己有鬼，伊才看会到鬼。啊，啊鬼甲鬼互相袂还能力啦。啊，过来哦，一般人的囝要结婚的前一天，用暗时拢啊拜天公，普通拢是透早拜天公啦，那用暗时拜天公，有诶用暗时有诶。透早，普通透早啊！啊，咱佛教徒的囝要结婚，就拜天公阿免啊！我甲你讲，要生要得人心哦，都要修五戒，不杀生啊！生个天上的人呢，爱修十善，爱修十善，爱修上品十善。在升天啊，所以呢，因无咧食肉啦，修十善的人无杀生，在升天啦啊。啊你啊拜天公拢是用错的，对无？太低都用咧拜天公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啊，天顶人用上头都食菜，你拜天公，伊嘛无咧食你这款物件啦。天顶的人真享受，爱生想着都有啊！啊，万面主面当面晒，天主妙讲啊！天主妙讲，天主妙讲啊！拢总唔免互你要做啊！啊，个比咱这寒干的物件，几乎就贵百万倍啊！所以呢，咱较早拢迷信，拜去拢唔对。而且不但无功德，阁有罪过，阁有罪过。那阵你杀死一个人，啊，将这个人杀死，莫去警察面头前讲，警察来，我才搞杀死这个人，你看嘛？你一个叫警察你厉害，对不？我你杀人做到你当阁起来只电啊，警察把你杀起来，抓起来啊！那干那小强，一低只因为个杀杀死来拜天公，啊，天公我讲这罪都害啊，我你无比，但是这种迷信呐。啊！你看有人刚刚结婚呢，哎，刚死前结婚，有诶白头偕老，有诶再无容易就离婚。啊，我不是咧笑怕，家底拢有伊诶惯性，你破坏人诶惯性，哎，啊，才要来建立你家己诶新诶家庭，破坏人诶家庭，要建立你新诶家庭，这因果不相应啊！所以咱佛教徒结婚免怎呢？佛教徒结婚爱用佛教诶仪式。什么是佛教仪式呢？办菜，唔好办错的，啊！哎，啊，不但办菜呢，过爱呢，啊，也要做善事，啊，爱做善事。可比讲，哎，放生啦，啊，参加人起事啦，啊，真佛像啦，啊，布施啦，啊。把这一堆的主要开乌白开的钱，才省起来，啊去做这款代志。安尼呢，后摆因这新家庭呢，都希望都前途。你个正好个伊啊，伊后摆伊都福报啊，啊你无破坏伊，无杀生啊，后摆生囝，哎，就是拢就有智慧啊，啊都拢有福报啊。哎，啊你杀生呢，咱人个破病短命，就是拢都杀生来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佛教徒啊，是干那结婚安尼尔，做生日啦、婚丧喜事啦，拢总会使敬佛，拢会使用佛教，啊，咱拢佛不拢敬佛